好主播警车货包到场处理违停，但眼前这名灰衣男子，他明明不是车主，却是站在警车旁边，不断的比手画脚，还大声嚷嚷。民警上前询问，对方却情绪相当激动，不断的来回话，但说的话都是胡言乱语，还要求警方要离开。一旁穿着外套的女生是他的女友，也上前制止。离开了，你看我就管得住你哦。在一旁大声呵斥男友不要在街头胡闹了。事发就在台北市中山区，今天上午11点多，这名男子他似乎是喝醉了，不仅是拍打警车车窗，还一直挑衅警察，当场被架住脖子拖到路边压制，这一摔才总算让他清醒过来。但因为是还没有到达妨害公务的程度，因此在他情绪冷静之后，民警也让他离开现场。以上是到情形，前镜头的专主播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